三、二、一，点火。我们中国的航天其实也是全世界领先的，也是我们强国的象征，所以我们也就做了我们的这种积木。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投放到市场以后非常受欢迎。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妈妈或者说年轻的爸爸，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拼咱中国人的特色的积木。我们希望用中国积木，用积木这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的下一代小朋友和年轻人更早的去树立这种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